武王问太公曰：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敌人似何而为我？断我归道，绝我粮食。敌人既众，粮食甚多，险阻又固，我欲必出，未知奈何。太公曰：必出之道，器械为宝，勇斗为首，审知敌人空虚之地，无人之处，可以必出。将士人持玄旗，操器械，射弦眉，夜出，勇力飞足，冒将之士居前平垒，为军开道，才是强弩。为伏兵居后，若足车骑居中，臣必徐行，甚无惊骇。依武冲伏虚前后据守，武艺大炉以避左右。敌人若惊，勇力冒将之士急击而前，若足车骑以属其后，才是强弩引伏而处，审后敌人追我，伏兵急击其后，多其火鼓，若从地出，若从天下，三军勇斗，莫我能御。武王曰：前有大水，广堑，深坑，我欲鱼渡，无舟楫之备，敌人屯垒，陷我军前，塞我归道，斥候长戒，险塞尽中，车骑要我前，勇士击我后，未知奈何。太公曰：大水，广堑，深坑，敌人所不守，或能守之，其卒必寡，若此者，以非将，转关与天皇以济吾军，勇力才是从我所指，冲敌绝尘皆至，其死先凡无辎重，烧我粮食，明告立誓，勇斗则生，不勇则死，以出，令我种军舍云火远后，必依草木秋木险阻，敌人居奇，必不改远追长驱，因以火为计，先出者令至火而止，为四五冲阵，如此则吾三军皆精锐勇斗，莫我能止。武王曰：善哉，双引号。